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AK 的画质极限挑战系列。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加载了这个伪光追画质补丁的 Halo 3呢，它的画面在掌机上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之前呢，我曾经做过一期这个 Halo 3在我们这个 WinMax 掌机上运行的视频啊，但是当时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所以说呢，只做了这个正常情况，然后标准设置下面，然后它的这个最高画质的这个录像，然后帧数呢确实比较高，但是呢，因为 Halo 3是个老游戏了，所以说呢，它的画面呢确实有点乏善可陈，所以说呢，这一次呢，我在这个我们这个游戏上面应用了这个罗氏猫大神他开发的这个伪光追画质补丁哈，然后呢，这个画质呢有了一个相当的提升，然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设置呢仍然基本是最高的，唯独这个分辨率呢，我把它这个渲染分辨率降到了75%，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补丁非常的耗性能啊，对性非常的吃性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设置，图形是增强，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好，目前呢就是现在这个状态。然后我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不用画质补丁是什么样子。好，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可以说呢，其实Halo 3的美工呢到现在来看依然是顶级的，但是呢它很多的这个光照效果呢其实有一点缺失，然后这个比较明显的呢就是阴影黑的地方特别黑，然后呢亮的地方呢又特别亮，过度非常的生硬不自然哈。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用这个伪光追的画质补丁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整个这个游戏呢看起来它的画面，然后呢色彩呢相对要冷淡了一些，但是呢整个的这个明暗的过渡呢明显的变得自然起来了，就是手机拍摄呢可能这个感官不是特别的直接啊，这个随后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再用采集卡来录一下，然后呢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直观的看到这个情况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来推进这个游戏。在后面呢我会尽量的减少解说，然后呢这个图形这一块的这个具体的画面质量，然后大家直接来看就好了。李小队，我是Johnson，我们找到他了，到撤离点集合吧。完毕，收到，通报完毕。好，在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版画面效果。好，是这样的。上士，魅影号接近，我们集体行动一定会被发现。我们现在看一下原版啊。虽然原版的画质呢会略有一点小小的这个遗憾，但是呢确实帧数非常的高啊。这个为了便于展示啊，所以我就全部使用简单难度了。但是呢，因为我是 Halo 的死忠，所以说呢，实际上在我个人游玩的时候呢，我通常全部都是直接选择传奇难度的。
这个画面画质补丁呢，我最欣赏是它这个色调啊。原版的那个偏黄偏暗的色调，我真的实在是不喜欢。好，再来看一看原版。然后呢，原版是这样子。好，现在重置，现在是这个，画质补丁增强版啊，不是重置版，口误。这些家伙还在熟睡，安静无声，干掉他们。我们再来看一下原版。画质补丁。快撤退，导掩护！死吧你！这个简单难度真的是非常的爽啊！这个之前玩传奇难度，基本是一个存档点至少要死五次。然后呢，基本上被鬼面兽近身呢，你就基本宣告了你的死亡哈。但是现在这样子呢，和鬼面兽直接对线，哇，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夸张了。略有点迷路哈，这个就是回来了，这个因为一边要盯着这个手机的录制，然后一边还要看这个画面，有点顾不过来。这个另外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发现这个 Halo 的这个引擎呢，真的是非常的，它的渲染做的真的非常棒。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渲染调到75%之后呢，这个和原生的100%的这个800P 呢，基本看不出区别，真的基本看不出区别。在简单难度下呢，我们这个 MA5B 这个冲锋枪呢是真的是神器，但是呢在传奇难度下，这把枪几乎除了在对付红魔的这个包子的时候还好一点，其他时候基本这个枪是废品。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原版的画面。好，哎，不小心按错了。哦，果然还是这个新蒙卡宾比较好用，这个本命枪械哈。我们看一下原版的画面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画质补丁呢？是这样，
矿员的，这里不对，哇，重力锤，更多敌人。好，我们来爽一下哈。 OK，四枪没有盖到一个野猪兽，我真是够了。习惯了按叉是。今天算是谁也不欠谁了。是应用了，然后这个。K 二三号预计多久？默认这个键位非常的不习惯。马上到，中士，找好掩护，清除一条邪路。收到 ，Focus。国防战机今日准备遭殃了。好 ，OK， 然后呢，现在可以去爽一把啊。正在看一下原版的效果，这个原版这个
这个偏黄偏绿这个色调真的是。好了，今天我们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请帮我三连，感谢大家。你做好敌我确认，来者是鹈鹕号 K23小队，完毕。收到。